站起来！他刚刚有说阿公上次有带他来，他说什么嘞？他说那个好像我弟弟啊，他一直不敢认啊。哦，我看着哎有点像，我还跟他说很像呢。弟弟刚刚有说阿公上次有带他来，对啊。他跟我讲说哈、哦，说阿哥他们不会带我到糖厂的。他跟我讲的，弟弟啊。来，去叫阿哥，快点。有个拍谁、啊？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姐姐耶。叫什么？哦。姐姐跑那么远。那怎么爬？两只都掉下去。